二米啊，啊，你找啥玩意儿呢？我找猫呢。你们家什么时候养猫了？养猫啊？啥是猫啊？猫就啥是那个白色的，完了上面都是窟窿眼儿，一闪一闪，四个耳朵那个。白色的有窟窿眼儿，一闪一闪，四个耳朵的，这是啥猫啊？哎呀，爸，这你咋还不知道呢？以前俩耳朵，后来出三个耳朵的。俺家里比较高级，四个耳朵的吗？能穿墙。猫还能穿墙？哎呀，不是，神通广大这猫。别听他的，这是路由器。什么？路由器？谁叫路由器？给我站出来！哎，什么玩意儿？不是，谁？不是，啊，没人叫路由器，上网用的，发射信号的。啊，我明白了，大名路由器。小名叫猫、啊、是吧、啊、完了还有个、挺洋气的名叫 WiFi、啊、对, 对不对就这玩意儿、啊、是别以为我岁数大人不懂、啊、跟我没关系我赶紧找杂志快点吧、啊、我赶紧找、哎、这二米啊这是啥玩意儿吗妈妈爸爸这是我们家的猫这就叫猫啊啊那为啥不叫狗呢我哪知道哎呀这钱润发我跟你说媳妇儿怎么回事真不是我干的我跟你说，天打五雷轰！王小倩，你给我藏的挺深、挺深、挺深的呀！二胡让我藏的，哈！我告诉你，你俩就没一个好东西。我现在我没有时间了啊！你等我抢完东西的，你看我咋收拾你俩。我手机呢？我手机。钱正发王倩别赖我跟我没关系天打五雷轰天打五雷轰爸爸不可能是你来把手机给我来我手机里没钱拿来、我就不信我找不着我手机啊、行、别吵吵我来电话了喂谁呀二米粒儿有事吗有事儿啥事儿手机啥还我我看看啊我撂了电话就还你啊爸爸别打五雷轰一次打俩钱志峰哎你跟我说哎二米手机是不是你偷偷放我兜里的我放的为什么因为放你兜里他不敢踢你有道理啊哎呀有道理爸爸你看你儿子多坏呀一会儿拉电闸一会儿藏包一会儿又藏我手机他就是不想让我上网买东西的陈志峰哎你站了哎你站上起劈叉啊爸呀站一个女人上网买点东西怎么了啊为什么呢一会儿拉电闸一会儿藏手机还有藏猫的什么意思爸爸爸呀今天是双十一每年的今天你儿媳妇就要开启剁手模式疯狂购物啊就拿去年来说吧双十一那天他买了40个炒锅25个拖把根本就用不了啊新的就给扔了爸呀咱现在日子是好了但咱不能浪费呀、啊、所以说我就想今天这个双十一我把闸给他拉了我让他疯狂够不成儿子哎老爸支持你停吧有必要那么煽情吗二美啊这没点音乐还真说完了吗暂时说完了不是看你仨的造型这么一致呢啊好像我犯了多大错误了似的来钱志峰你看我手机看我购物车里边我买啥了肯定是都爆炸了哎今天咋就买了一部手机呢我就买了一部手机啊那也不能买啊你都有两部手机了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就是啊别说话别说话你起来爸你看这手机好看不好看给您买的啊
不是爸有手机怎么还给我买手机啊？爸，你那是老年机，而且用了那么多年了，啥功能也没有。你看这手机功能特别多，你平时在家一人的时候，我们要担心你的话，可以给你发一个视频，你要想你大孙子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视频，多好啊。啊，好孩子，但是手机太贵了，真不应该买。那听你的，不买是不行的。要买，多孝顺的孩子、啊，这主意太好了。我想大孙子的时候，我用视频的方式，我看看我大孙子现在干啥呢，对不对？你记住啊，不是看你们俩，你我基本都看烦了，更别提看你，看你我基本都要吐了。你过来，过来，过来，去一边去。儿子，哎，你这媳妇多好啊！啊，是多好，有这么好的儿媳妇，不得有这么好的儿子带吗？起来，拉倒吧，看你媳妇用你带呀。真是的，我错了。哎，媳妇儿，嗯，我为王小倩今天的所作所为向你道歉。哎，二胡胡，道歉怎么还能把我刮上呢？啊，行了，我不在你家待了啊，我也抢购去。哎，对了，我什么都不抢，我就抢富红大豆油和富红矿泉水，我抢完了不给你们喝。孩子，那个什么，哎，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媳妇是好媳妇儿，是不是？现在你得理性消费，对，用得上东西再买，没用东西千万别买。知道了吧？行，天不早了，两口睡觉吧啊。啊，几点了？还有两分钟，十二点。啊，我得赶紧去把你黄阿姨家那个闸拉了去。大半夜拉人家闸干啥？她在家等抢购呢。妈呀！哎呀，爸，你够不着，我跟你一块去。哎呀，你俩别拉人家闸呀。